问题，请问下列哪一组化合物均属于氢类？所谓的氢类就是只有碳跟氢的化合物。这题的答案比较奇怪的是，它很多都不是写我们有机化合物所习惯的四性式，而直接都是写分子式。不过这不没有关系，不重要，反正我就只有碳跟氢，它是不会有氧的，所以 A 里的甲醇不是， B 里的甲酸不是， C 的甲醚跟丙醇都不是，所以只有甲烷跟正二酯烷是都属于烃类。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哪一组化合物均属于烃类的时候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甲烷跟正二酯烷。